欢迎这位新游气满满的哥哥，女嘉宾出场。好了，咱们这么熟，怎么能恰行呢？我还是来小哥哥队吧。 第一个游戏极速大逃脱，在小帐篷下，你却有一种度假的感觉。说出三个字的动物。黄顶鹿、大灰狼、小红。大灰狼是不对的。这个，第二个游戏爱的呆头。水上保龄球来了。人间推土机。 我看后面，你看旁边。好，走。王鑫，严屹宽。严屹宽，龙龙，快来！陈天宇，吕佳。